波恩莱茵齐格应用科学大学坐落在宜居的莱茵兰，位于波恩与七岭之间。它的三个校址分别位于圣奥古斯丁、莱茵巴赫和亨内夫。我们是一所沟通快捷的大学，在这儿人际交往从不冷漠。在这儿，我们以小组形式，在个性化的气氛中教学和学习。大学提供近30个以实用为导向的跨学科课程，在这个年轻的现代化大学里，8000多名学生在理想的条件下学习并做研究。外语、海外留学、国际接轨，波恩莱茵齐格应用科学大学培养高素质的专业和管理人才。作为一所科研强大的高校，我们在最佳的研究环境中研究当前时事与重大社会挑战。我们在扎根本土的同时又面向国际。我们被认证为一所家庭友好型大学。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家庭、职业与学习兼容。加入我们，成为提供多种可能性的波恩莱茵齐格应用科学大学的一部分吧。